卡尔加里北部 Coventry Hills 社区是一个中档的社区，本地和其他族裔多元文化聚居。区内集合 Superstore 商圈、 Vivo 健身馆、图书馆、公交线路、中小学等设施齐全。对于一些用手头资金购买性价比离大统华和西北华人区近一些的独立屋或是一些出租房投资的客户，这个区的房子可做部分参考。近两周区内有两栋独立屋上市两天即 pending， 一栋是334 Carwood Circle， 建于2002年，1310平尺，标价49.9万。另一栋是67 Coventry Road， 建于2000年，1355平尺，标价48.5万。近期已成交的相似户型分别是145 Carbrook Place， 建于2007年，1346平尺，2013年11月 sold， 成交价48万9990加元。42 Carcrete Place， 建于2008年，1357平尺，2023年10月 sold， 成交价49万。如果有感兴趣实时了解卡尔加里房源的客户，欢迎联系我。